遗憾是他也与你无关。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。那今天晚上应该到2002年，那张专辑是对我来说，还有对我们今天晚上，帮我做 front of house， 就是你们听的喇叭音响设计的，李健全老师是那张专辑 special thanks to 我第一次拿到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。专辑也拿到好像最佳国语专辑，真的太厉害了，真的太感谢金曲奖的评审还有大家的认同。但是很可惜，在我心目中最佳制作人就是李健全老师，请大家给点热烈的掌声。那今天晚上应该到2002年，就是对，那么巧，我刚刚讲那个意外的事情，没有想到，同年，就是那张专辑，那张专辑是对我来说，还有对我们今天晚上，帮我做 front of house， 就是你们听的喇叭音响设计的，李健全老师。是那张专辑 special thanks to 我第一次拿到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。专辑也拿到好像最佳国语专辑，真的太厉害了，真的太感谢金曲奖的评审还有大家的认同。但是很可惜，在我心目中最佳制作人就是李健全老师，请大家给点热烈的掌声。你说水星它没有卫星，好孤独，我才明白时间叫分手还残酷。老朋友了，再没资格不满足。我想哭不敢哭，难道这种相处不像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？走下去这一步是宽容还是痛苦？我想哭怎么哭，完成爱情旅途不像我们从未依旧的幸福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别说爱若无其事，原来是最狠的报复。你借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。都说他旧得很好看，遗憾是他也与你无关。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，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。你的背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是最依赖的人，我需要你比你需要我深。谢谢你的照顾，你的体贴，给我一个美好的世界。我把幸福看得太简单的点，你有多用心我却没有发觉。谢谢你的照顾，你的依赖，让我对爱有更多了解，现在才说也许
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台湾雄秀巴上单碧红。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